跟着我老师，树生那边是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会被人投诉呢？投诉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主任，怎么回事啊？高三乙班的学生被人匿名投诉，说是违反宿舍的规定，而且还附上影片，连证据都有了。曾老师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主任，事情不是这样子的，那个事情是……主任，你不要怪曾老师啊，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。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，我会全部承担。没有，跟汪老师没有关系，是因为我……没有，这是我的问题啊，是我找那些学生来帮忙的。你到底想要干嘛？你不要这么有敌意嘛！我只是想劝你，大家都是同学，而且你才刚转来我们班上。不要老是跟大家过不去嘛！你真的很爱多管闲事哎！我跟班上同学怎么相处，轮得到你管？我不知道你怎么想，但其实班上的同学都很愿意跟你当朋友。只要你愿意跟大家多相处，你就会发现高三乙班的人其实都很善良哦。不需要去了解高三乙班的人有多好。因为我只跟品性端正的人当朋友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高三乙班的人品不好？不是吗？你们敢这样违反规定，不就是仗着齐家宝是校董的儿子，可以耍特权？事情不是你想的。你跟我解释再多都一样，我只相信我亲眼看见你。至于你们做了些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，自己心里有数。果然，高三乙班就是品性有问题，还会偷听别人讲话。他刚刚说我品性不好吗？他干嘛偷听我们讲话？哎，我是在你这边呢。我算是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了。曾老师，你也不用太自责。不过以后发生这样的事，还是要往上报，至少要让校长心里有个底啊。好的，我们之后不会再擅作主张了。没事啦，这件事情处理的还算及时，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麻烦。不过以后有类似的状况，一定要先让我知道。主任，真的很不好意思，是我没有考虑清楚，害你要帮我处理这些事情。没有啦，主任，是因为我的关系，我们以后不会再犯了，请你原谅我们。好啦，事情处理好就好了，你们都不用太自责。啊，对了，我先去处理校庆要停办的事，违反住宿规定的事情，我想有后续的状况再跟你们说。主任，那你先去忙，在这边还是要跟你说声不好意思。你不要再这么见外了，我先去忙了。嗯，主任再见。主任再见。你不要想那么多啦，主任不是说了遇到事情处理就好了？没有啦，都是因为我的关系才会连累你，我真的要跟你说一声抱歉。朋友哪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啦？不管怎样，还是要跟你说声抱歉。好，我接受你的抱歉。但我还是要提醒你，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像主任说的这么简单，所以你还是要小心。嗯，我自己会注意的。那你后面有碰到什么问题啊、困难啊，还是可以跟我说，能帮的我就帮 ，OK？ 嗯。原来在汪老师的心里，我们已经是朋友了。不是才刚下课，怎么叫你就不见了？哥哥，这么巧遇到你啊！这一次学校遇到不是很正常，干嘛有点开心的样子？我跟你说哦，我当上了篮球队的经理，
你说是不是很棒？很棒很棒，恭喜啊！哎，小苹果，你没看到我家里吗？他跟林去福利社啊，他没有找你去吗？那我去福利社找欧家里。哥哥，我跟你一起去福利社找我未来的大嫂，你请我喝饮料好不好？你刚刚说未来的大嫂？对啊，嘉玲姐不是我未来的大嫂吗？你这根屁虫，跟小时候一样烦人。哎。你是答应要请我喝饮料了吗？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啊！好，耶！看来啊，齐家宝应该跟他妹妹和好了。嗯。哎呦，好羡慕家宝的妹妹哦，都有一个哥哥可以撒娇。不像我从小就是独生女，好无聊哦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用羡慕别人。因为啊，现在你有一个很疼你的男朋友，我也可以像家宝那样，把你当成妹妹一样照顾，成妹妹一样照顾，妹妹一样，妹妹一样，我可以认你当干妹妹。Oh no！ 我可以认你当干妹妹。妹妹，妹妹，妹妹，妹妹。妹妹，妹妹，你呀，手工十八，谁要当你什么妹妹啊？小苹果，你不是想要哥哥吗？我要说出什么话？等我啦！好险，你是大白痴！你也踩太大力了吧？我看齐家宝还没吃早餐，不知道饭团还有没有？哇，你真的很体贴。那你呢？你自己有吃早餐吗？我当然有啊，在家先吃过啦。那就好。欧嘉玲学姐，你这么胖，好像不太适合当校草的女友哎。不要让校草真的变成校草，被别人笑话了。对啊，真不知道家宝学长喜欢你哪里哎，还是你施了什么法，让他近视变一千多度？你们不可以这样讲话。嘉玲是我认识最热心、最善良的同学，你们凭什么这样讲他啊？哎，我眼睛很好，也没有近视。我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，关你们什么事？就算我今天不喜欢欧嘉玲，也不会喜欢你们这一群嘴巴又臭、心眼又坏的女生。